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咖。各位应该都知道 WePlay 前几天抽奖的衣服吧，分别是机能蜂巢还有魔法学院，这两件真的超好看的啦，尤其是那个起重机的。这两件我超想要的啦，所以我就直接毛起来抽一波啊！相信以我这个欧洲人的运气，肯定是一抽入魂呐、啊。想当然，我抽完的结果是10号有金水，10号有金水，什么狗屁都没抽到，而且还破产了。算了，我还是脚踏实地过日子就好了。先跟着十号走吧，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金水刀掉。警长出了，我觉得有可能是三号哎，那就把它刀掉吧。哎呦，不会吧？九号队友怎么死掉啦？九号被枪，枪得好，刀气节死得好，金水放水，通讯也是我姐。十号，我刚这边的画面是我们整个超同步的，一起往左跑，往右跑，一起往左跑，往右跑。哎，没办法。队友被枪了，我就只能随便讲电话来掩饰我焦躁的内心啊！希望等一下能有转机。我刚刚有遇到四号、七号，我原本看到名字想说布丁的粉丝，我还以为是小朋友哎、欸，没想到讲话这么粗犷。九包过氧气瓶，然后看到27刚好经过。然后酒吧那边门关就派事了，我都在左边，但是我没有遇到任何人。一开始去电力室转蒸汽阀，出来的时候通讯中断，在酒吧等，关完凹凸之后去监控室接线，之后去后花园转蒸汽阀，刚转完一个就被派过来了。我在游泳池有看到十号接通讯，然后还有做金水任务。我上传完资料之后，我就去观景台，最后在阅览室要做核对身份的时候，就看到警长枪的这九号牌。我要去餐厅做维修路线，然后完了之后直接从上面跑上去酒吧，然后遇到了二号。那个九号会气死哦！我任务做超快，我就抢到警长，我就马上躲在沙发里面，他直接冲进来，我就直接把他处理掉了。我真的连他都，我真的是个渣男。哎，你讲这话会害我被 YT 停权啊，只能先把你逼掉了。好啦，票八、啊，警长啦，票我干嘛、啊？八号你应该是小丑还是狼吧？票八、啊，我讨厌八号。那你还让我，那我是小丑，你还让我赢？我是警长啦，弃票，先弃票。这个八号讲话太没水准了，所以大家都想票他啊。因为他的发言会害我被黄标，所以大部分都被我剪掉了啦。原本所有人都想要票他的，身为狼人的我当然是极为赞同啊。但大家还是以胜负为重，可惜呀、啊。先关个门，再观察一下情况。我 CD 快到了，你有？因为二号一直想票八号警长，所以他就想用枪二号。客房这么多人，那就放个炸弹好了，这样就能拖延到好人很多时间了。那我也顺便去后花园看看好了。解完炸弹，哇，但是人有点多。CD 到了，必须抓个落单来刀才行啊！哎，有破绽，赶快杀掉五号，再把门关起来。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我刀了五号、欸？哎，七号队友直接往反方向跑走了，不帮我守个尸吗？好吧，算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发现尸体、欸。哎，看到四号从左半边过来。哎，后花园四号从监控室跑上来，六号在酒吧灌气瓶，票四号吧。还真的都没有人发现我行凶哎，金水还踩了一个四号，碎啦！炸弹之后，七号跟着我一起往右边跑，然后到餐厅之后，他再往右边跑，我往上跑到接机厅的时候，四号从左边过来，然后我再往左边去，之后就拍尸了。嗯，好，四号是小丑哎、欸，他开局就跟我说，所以不可能是四号。我最后是在大厅啦，然后八号是说他超变态，我跟你们说他刚跟我说什么，他跟我说超变态，检举他。五号应该是工程师吧，因为应该是看他跳地洞，他应该是在酒吧跳地洞，就这样。
阅览试完之后，我去后花园解炸弹，我是第一个进去的，然后一直在那边拉那个把手。后来解完之后，我就去监控室上传资料，然后上传资料的时候出来有听到刀声，我就大喊有刀声有刀声。那时候十号也在旁边。我要先讲一下二号，我刚明明就是说。想跳吧，我受不了。好了，跳四了，跳四了。是那种小丑哦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当小丑赢啊，跳四。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，到底是二号还是四号是小丑。但听了刚刚的发言，二号好像才是那个小丑哎、欸，一个不希望好人被票出去的小丑。可恶，居然没票出去。算了，把他留下来也好，刀掉其他人之后再把狼坑推给四号。哎呀，我真是个计划通啊，就让我来好好利用你吧，四号。八号枪了四号，那我就比他更早拍尸，再假跳掰咖。八号枪到我啦，不是中四号吗？二号四号跟你说他小丑，狼也会跟你说他小丑啊，好人也会说他小丑啊。我狼坑四跟七啊，就四吧。所以所以是枪了四还是枪了一？等等，二号在怀疑我掰咖的身份吗？果然女人的直觉就是可怕、啊、我也不知道枪了谁、啊、我好人又没任务做完了还被枪，刚炸弹一响我就赶快冲过去了，所以不知道枪谁。二四六七哪个好人战运都票四了，好人票四，狼人小丑自己去归、欸、真的不是四号，真的不是四号。我跟你们说，四号铁好，六号好，十号好，啊我掰一二七，就是一二七而已，没有坑，就一二七没了，那就二七没有坑了。啊你自己是狼哦，误会就不要误会四号。天哪，二号那是什么可怕的使命感？在我死之前你都不能死，这样吗？但是来不及了，他挂了。相信刚刚狂推四号的十号一定很崩溃啊！奇怪，怎么可能？那到底谁才是狼？那个，你们去问二号啦。我只是一个掰咖的乐咖而已，绝对不是什么扛推好人的狼人。先中断一下通讯吧，慢慢等 CD 到。哎，通讯解完了耶，那再来关个门吧。再见了，十号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冲出来一个二号啊？这个二号是爱心大使吗？你们都不能死，我一个人死就够了。敬佩，给你一个大大的 respect。啊，一号就明明就还活着，他妈不刀人在干嘛、啊？不能这样子玩啊！到底为什么？我觉得一定要掉。那你就掰吧。你好。这场不止我的七号队友一个人都没刀。好人的方向也完全搞错了，说起来算是一场苦战呢、啊。果然金马影帝的宝座非我莫属啦！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，然后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